你还没有在变成僵尸之前，你会扛得住。啊，就这个，好痛啊！哇，啊，有没有喘口气？对。有几秒钟时间，就是被咬的，就是几秒钟，秒了几秒，清醒时间。你就看你的大脑意识控制了。那我这么聪明的人，那可能，那我可能也被咬了之后，还得在身体里面潜伏个几年吧。那个灯叫什么灯？探照灯、激光灯、跑马灯。啊，跑马灯，对。跑马的汉子。就跑闪，脑子里面闪跑马灯嘛。就是人死前会濒死体验吗？对，就是生前的记忆，然后一下一下的闪过，就回忆吧，回忆然后就。是啊，不要。那个电影最后因为你闪回一下就不用变了，回忆效应嘛。啊，因为然后就把痛苦感觉留在马灯里。好，今天大家聊的啥意思嘛？我还没有说。好，你说，说完了。没有，他要说完了，别，你可以说。好，我们这期结束。谢谢大家。等会儿补一下那个介绍这个节目的内容。不可能。录个啥子录？啊，好了，补了。那快，这期节目就这样结束了，大家再见了。把那个给蒙上，上线蒙上。你们以为我们没有花絮吗？哼，就是我们的套路这么深，你们其实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。